猜你一定没见过比一包抽纸还小的高压锅吧，但它是我们家最好用的高压锅了。它煮饭真的太快了，像米饭只要5分钟，比泡个泡面还要快，像猪蹄、婴儿粥这些难炖的也只要8分钟，几乎不用等就能吃了。它虽然很小巧，但容量很够用，不仅仅能做一人份的，做3人份的都没问题。像这么一大锅完全够一家3口吃了。它这么小巧便携，带户外去野个炊也很方便。